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继续玩《风云之天下会》喽。OK， 上一集我们就是要把孔慈送到，要保住孔慈的遗体。那我们要先去侠王府。啊，侠王府在这边啊。你是谁？你来侠王府有什么事？我要见女医。老爷不在府内，他到乾坤庄出了盗匪一事，少侠不妨去前去看看。好，我就将王妻遗体葬放此地，若有任何闪失，我就唯你是问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在这里。是你？嘿，想不到吧？那天你杀了只是替身，而我才是真人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带了两名你意想不到的角色，出来吧，大弟子、二弟子。不惊云，我诛仙今天定要你走了进来，躺着出去。畜生，今天要不以雪寒山派支持，俺就跟你姓布。哇，这两个人这么久了还没有真的没有死啊、哦！别怀疑。他们皆得我真传，替身虽死，本人却在，还多亏吕毅这小子设下这么好的圈套，提早实现复仇大业，不愧是咱们迷踪门的王牌军师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吕毅这老狐狸，终究还是露出狐狸尾巴了。哼，你也好，所有人一起上吧，省得我麻烦。刘总，就那见识见识迷向杀法的厉害。张全。就位，陈宇，准备，诛仙，嘿嘿，给我杀、啊！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排山倒海！我打我不当会很痛，好像很痛。好痛哦！哇，看来不要用全体攻击，用那个单体招式比较快。一跳啊！像我们每一次都补一次血的吗？46。可以。如果他们不要暴气的话，我是不会死的。啊，我觉得很难打。是否该用修改器了？我受不了了，把全部招式给全部学会。要等太久了啦。那我们这边快转，好不好 ？OK， 终于打完了。羽翼，弄他跑走。先补个血，内力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小王府，然后小王府那边好像是，我觉得是这款游戏最麻烦的地方，因为好像什么百人阵嘛，那什么是百人阵呢？等一下
到的时候就跟你们讲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百人阵。然后后来受不了，我认为我还是用修改器把那个数值调高了一点。你是什么人，竟敢闯我们侠王府？滚！我现在攻击都会暴击，因为他好像暴击是看运气，那运气值越高的话，他就越容易暴击。所以现在只要攻击一点，就一定会暴击，开心。我修改力量跟运气啊。因为我想先修改这样，然后到时候我再把它调回来。啊，连长部堂主，好久不见啊！羽翼，多年不见，想不到你还记得我。这个当然，莫非你当年在熊帮主面前替我说句好话，我早已人头不保了。难得部堂主光点寒舍，怎不先行通知，待我亲自迎接？此事事出突然，我只想你给我一样东西。堂主尽管吩咐，吕某定当尽力而为。我要冰魄。什么？你想要冰魄？不行，冰魄乃我吕家传家之宝，绝不能拱手让人。我想你也不会乖乖交出来吧？背叛我的人都得死。然后一击他就死了，应该不会吧？妈，血一万多以上哎。蛮痛的，喂，太弱了。这样好爽哦，一直暴击。小王剑夺回孔慈遗体啊！小王剑，我看一下这个剑强不强啊？攻击像是851，哦，比较强，比较强。内力好了，内力千年灵芝，OK， Go， 要你来时有路，去无门。现在小兵打得很痛了，嚯！那我们不要逛游戏，有的没的，我们就直接往中间走就对了。竟敢硬闯，找死！Go！ 哦，硬闯小王府前也不先称称自己斤两如何，不自量力！拜托我谁？我步惊云哎！
那个数值好像是乱跳的。不过照理说应该是要会打固定的伤害力才对，同类型的敌人啊。啊，我走错了，好像不是走这。没关系，我等下走去，应该走右边才对。走这个，应该是这个，对，这个。他刚刚说，就算你过了这关，也过不了百人阵。这个就是百人阵了，就是你要打某特定的人，他才会那个人才会消失，然后往前走。然后攻略是说，看一下，攻略是说，这个有点痛苦。攻略是说打这个，我前面这个打这个他会消失，我们试试看吧。消失了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要打正确的敌人，然后路他那个人才会消失。好，这边就快转吧。好，我们终于到最后一个了，打超久了有没有？走绕好多人哦。那怎么解？大家就自己上网找吧。好，这是最后一个。然后我学到一个新招式叫乌云蔽日。这招还蛮强的，一招一只。啊，我打了快半个小时，知道大家知道吗？哦，超浪费时间这个。哎，还没死哦，那一只。那已经打了6000滴吗？我看没仔细看。好像很痛欸。我先把一只干掉好了。
这三只，我可以解说这个什么烂东西，烂百人阵，气死我了！这不是很浪费时间？不是我在讲。好啦，我们这边还是跳过好，没剧情，跳过。哦，有剧情。哼，百人阵也不过如此。哎、欸，不均匀，我打了半小时哎、欸。哇，终于，气死我了。啊，先存个档，这是辛苦的结晶啊。他说，然后进灵堂，然后进灵堂。哎、欸，小飞、欸、小飞、欸，进灵堂之后呢？然后右边屋里，这可以剪吗？等一下、哦，好，看一下，进灵堂到右边的屋里去，在两尊人像之间有数个宝箱。按下面那尊人像，会听到机关开启声。到左边屋里看，就看到一个地道口。左边两尊人像之间有数个，按下面那一尊，这一尊吗？东北东北东，然后就有声音。地道，左边屋里去会看到一个地道，没有。诶、欸、怎样，我是按错了。诶、欸、我宝箱是不能开，我还以为可以开。没反应。没反应。东北东北东。我刚刚听到声音是没错，我是有听到声音的、啊。然后嘞，地道口没看到地道口啊？整我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我、哦、看到我在这里了啊、哦，这么小角落。那啥，你怎么知道 ？OK， 好，然后到地道后，这里要点火，但不能每个都点，其中两个是不能点的，分别在第一层跟第二层。点了黑白忍者就站在石阵中间阻挡去路，其他全点，即途中难点。然后这攻略写的真烂，显现哪两个不能点的火之处，自己领悟，还要自己领悟。快转！好，我们到最后一层了。然后这边的话有一点机关，这个然后我们再跟这个狐狸讲话。在跟这只狐狸讲话，这是狗吗？还是狐狸？然后最后再跟这个讲话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走回去吧，有点浪费时间，简直烂机关。OK， 好，快转。好，我们回到礼堂这边了。嗯，没东西了。喂，附近有一个将冰魄植入孔子体内，孔子原以枯耗的枯槁容颜，刹那间变得和生前一样美丽。是，我们去后林吧，那里没有人会打扰你的。
你静静的等我，我回天下会帮你收拾一些东西，杀了熊帮为霍家报仇后，此生再无遗憾。结果医生也是陪在你身边。OK， 所以，那我看，走错，我看攻略说我们到，靠北，像这样，我们去洛麻坡好像会看到一个忍者，所以我们先去洛麻坡看一下。像这样，我走错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出去？哦，吓我一跳。哦，谁？快给我走！快快快快快快走！噔噔噔噔，终于出来了哦！好，我们一样快转吧。然后我突然在途中遇到一个人，恩人，请留步。都可以有你们帮忙，我想义父失业瞑目了。谢谢，这是义父留下的装备，对你们应该会有帮助的，收下吧。蓝雕是什么？哦，看一下哦。571 OK， 好，就这样吧。Go。 然后这边的话好像是走这里，可是因为攻略好像提到要不要，不知道需不需要点那个某个人物，然后才会触发这个支线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支线，不管，我们先去看看。路没有就算了，应该不是很重要。好，我没有出发，好，不管，好，一样快走吧。好，我们到了。这个正在新建皇后陵墓，此处列为禁地，擅入者株连九族，滚！哇，凶巴巴的，不仅凶巴巴。不仅真的很呛哎。也是跟这个人讲话。就是要一个点，以为闪得过去吗？要一个点很麻烦，真的很麻烦这个。
你可以别乱动这些东西，虽然我也不懂。可恶，就是你在作怪。欸，是要怎样？我就是要作怪，我就是自私。说就是这边放完孔子之后，要尽快把其他人干掉。妈蛋，挡个屁哦！挡我的路欸，死路人。好，就这四个。他说攻略是说，这边四个打完之后呢，要先存档。围住石棺功能移走，先存档，然后四个官差会围过来战斗，摆平之后呢，要立即存档，因为有一场硬战要打。附近表示有点困难。敌人真的很花时间，我没有在骗人。大家看到影片已经是有剪辑过了，就是我已经尽量不花时间在打敌人上面，只有剧情，有点剧情啊。OK， 啊，还没死。我录这集录超久的，大家看到影片应该是三十分钟，四十分钟。但实际录的话，我已经花了快两个小时了吧？哎，还没死。死了吧？啊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哦，靠！原来如此，就是生命力会影响你的攻击力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放完之后要赶快清理里面的功能。好了，怎么放？好，快快快快快！清理里面的功能。
可是心里面的功能有一个人要最后解决，看一下。先前那个主力的讨厌人要留到最后清理。主力的讨厌人，哪一个啊？不要走啊！哦，主路那个就是一开始挡在我面前那个啦，那个在最后打哦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OK， 那我知道了。人生啊，玩错了，是林子还对。哇！一击必杀，这个最后打。青铜什么意思？啊，走掉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 ！Nice， 是我要取回你生前最重要的东西，你暂时留在这里。格斯斯落下后便无法再开启，没有人可以打扰你。我会找一柄举世无双的神兵将此石破开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格斯斯一旦落下便无法重新开启，此时的步惊云欲赶回天下会收拾孔子生前之物并夺回无双神剑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喜欢频道欢迎到左下角的图片按个订阅，也欢迎到我粉丝按个赞，也追踪这些消息，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